寡老滋味，不管师傅是走伊个队，安那叫我食着，安尼我的记忆就搁倒转来啊。客家小馆这么好吃吗？小菜总共十二道。啊、嗯。哦，我最推荐那个蜜芋头。然后还有最里面那个叫什么，知道吗？红烧鸡。好，要的是鸡肉吗？看到这些小菜，嗯，我就知影讲师傅啊，你的祖师爷是啥物人啦、啊？现在点这些啊？要点哪一个？我说一定要点的呀。嗯，宫保臭豆腐，因为它的制作程那个手续很繁复、嗯，所以一定要点，而且要先点，不然你要等很久。然后鸡汤，它的鸡汤也要先点才有。鸡汤。刚我会顶管呢。我会顶管，那纪言必干呐。纪元的话，它讲起来比较 rich， 比较浓郁。他这个好不太好。好价对。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客家小馆比客家村都蛮好吃的。客家小馆。我坐捷运，可以上车，可以上车。我知道。那我没跟他讲地址呢，这么厉害。对啊，这行业真好。强力推崇哎，宫保臭豆腐，我特别叫大的。比纪元的好啊，好，大概200倍。里面呢？好，200倍。里面有这个，它通常一锅这个鸡汤是半鸡，然后有这个，那一定有鸡肉。有鸡脚先跑出来了，它先出来。还有那个火腿。但是可能秘制火腿。对，不会用力。又只有菜，什么都没有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可以烤猪脚。猪脚一定要，因为它汤要让它比较稠。它虽然那纪元那么稠，就是因为猪脚加很多。你看，哇，你看我们鸡出来了。你看它这个鸡汤哦，炖成这样，可是你喝起来很清爽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腻。这个是我觉得最厉害的。对啊，先帮那个签到。周树芽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未使讲，若要听，爱看我的文章啦。罗老板，你在店开几年啊？21年吧。21年在这里吗？对。都在这里吗？没有。之前在对面哦，开了大概2年半。可是你这个不是客家菜吧？这应该算有点上海的味道吧？本来我以前就做上海菜啊，然后我又是客家人，客家菜也做得很好。啊。做来做去，客家菜跟上海菜就结合在一起。阿弟是对客家人。苗栗哦，所以这个做的是又有客家味道，又有上海味道。头家真好做生意，你甲看，伊连开这个苹果色啊嘛，生意真好呢。